彰化建县三百大放异彩乡镇艺术巡演活动28日在北斗电安宫停车场展开，由明华园戏剧总团无敌小生孙翠凤带来精彩的歌仔大戏，把剧院级的演出剧码搬到户外与民众同乐，带给民众五星级的舞感享受。来，大家非常喜欢的明华园，在这边特别谢谢我们陈胜福团长带领着我们明华园来到这个北斗的这个小镇来这个做我们精彩的演出。我想大家等一下很想看到我们孙翠凤小姐，那这个团是由我们青年团，那孙翠凤小姐会在最后面压轴一个重要的角色出来，让大家来做欣赏她的风采。感恩我们王县长，他几乎如果有经费，他就会办国内外最好一流的剧团表演、舞蹈、歌唱等等，都来我们彰化县各县市在那表演。而且我们县长他本人都会亲身坐在台下，跟我们的乡亲做伙欣赏。明华园演出《流星》是一出浪漫爱情武侠剧，结合芭蕾、太极武术及魔术灯光效果，带给民众五星级的感受。乡镇艺术巡演活动将在20、田中、鹿港还有三个场次，为民众带来不同类型的传统戏曲艺术飨宴，满足民众的视觉体验。公益频道张华允北斗采访报道。